师伊安尼，啊，因太太嘛，伊烦恼家后生讲，啊，你爱照顾妈妈。啊，恁爸爸就是咧等时间吼，阿公阿妈吼，伊比咱较可怜，你看咱就会当伫咱叮当，所以你会叮当的时阵，就加减叮当，到处扫手仔来，就加减叮当。做工课就是咧运动嘛，平常做咱无甲你看看扫外面，啊，就了叮当，了叮当。啊，穿鞋时阵，身躯就叮当叮当的。哦，我甲你教，你若心情不济时阵，就甲大声呐。你若生气追阿公，就大声就叫伊名。哦，其实这是一种吼在治疗的，因为伊大声甲喊出来，你迄个气就袂积伫，吃对无？嘛，拢做做义工嘞，即就是讲咱个社区吼，已经愈来愈活泼嘞。安尼吼，哦，真正是赞嘞，不但是赞，伫咱嘉义赞，而且台湾嘛赞，伫国际嘛赞嘞。即马足侪外国啊，拢来吼，拢要来咱遮参观吼。所以咱个以后咱嘉义馆会愈来愈好，因为咱吼带动观光。一定要做好个啦，啊，我可以我来咱遮啊，啊，你嘛想我，你较来遮找我啦，啊，你较来遮讲好话。红包拿的，阿妹来得爱包一块。好啦，我爱讲，坦白讲的，你会感觉即马过年吼，愈来，你咱会感觉咱细汉的时候，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，好啊，换新衫啦，我穿个迄穿个安尼，好啊，初一的时阵哦，就较紧，一年往到二庄阿妈哦，好啊，紧的啊，迄个是面上市啊有无吼？迄落市内无拢做老底，街啊落有无吼？当一挂物件，我头头早就唔行的呢，拢袂点呢，行来遐佚佗佗的，遐钱开开哦，遐细只遐钱开开的嘛，欢喜的。